这是陈伟豪，十五岁。这也是陈伟豪，二十五岁。两个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生活。当初的他，可能不懂自己要的是什么。他保持着试试看的心情。但这个试试看，却改变了他的生活。或许，我们身边都有个陈伟豪。但我认识的这个，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方向。